南韩新冠疫情不断延烧，韩星几乎轮流染疫。日前 BTS J-Hope 才传出确诊，没想到团内唯一没中标的救国，竟在出发美国后的隔天竟传确诊。他们所属公司也马上发出声明，证实救国染疫。日前 BTS 为了即将到来的格莱美颁奖典礼行程出国，救国在出境前做的 PCR 检测并没有异常，却在抵达拉斯维加斯后喉咙出现稍微不适的症状，他立即进行检测并主动自我隔离。结果等到确诊通报，在短短时间内从阴转阳，粉丝是超级担心。而据声明内容，救国目前只有出现喉咙痛的症状，公司会持续观察他的身体状况，他也正按照当地的防疫方针进行隔离治疗。至于在美国后期的日程，包括演唱会和格莱美颁奖典礼等等，公司都正在和典礼主办方积极讨论中，希望他一定要早日康复啊。